第八题，他现在有个平面的话呢，通过 AB 这两点，而且这个平面呢又跟这个平面垂直啊，那么这个平面呢是多少？好，首先 AB 通过这个平面嘛，所以 AB 构成的向量哦 ，AB 好，构成的向量的话哈，就是零哈、一哈、二嘛，这跟什么呢？跟那个依这平面的法向量垂直啊。好啊，还有呢，一跟这个平面要垂直，所以它的法向量跟它法向量也是垂直的。好，所有都知道呢，这个 n 哈，n 的话也跟什么呢？也跟这个一零呢互相垂直。好啊，我就假设哈，这个 n 哈。这个法向量呢叫做 ABC， 好啊，我就得到哈，这个跟这曲面积等于零嘛，所以就代表什么？代表 V 加2C 等于零啊，啊这个跟这个曲面积也等于零，就 A 加 V 哈，这也是等于零啊，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得出 ABC 的比啊，哦，我把它摆整齐了哈。摆整齐就是，零 A 哈，加上一 B 加上二 C 呢等于零，然后 A 加 B 加上零 C 哈等于零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就可以得到 A 比 B 比 C 哈等于多少呢？就是这个减这个了，负二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是。再不看哈，这个二减零啊，二，那比上多少？再不看，这个减这个了，负一，所以呢，也可以把它写成二比负二比一啊。所以这平面方程式就可以写成哈，我就把这个当成呢是这个法向量的，哦，因为只要方向呢一样就可以了，哦，长度呢大小没关系。所以这平面方程式可以写成2 x 减2 y 哈，加进等于 k 啊。好，我就把它随便带一点进去，啊，这两点随便带一点，这等于多少？这二减二加一啊，等于一。所以这平面方程式一哈，就是2 x 减2 y 加进呢